超多前期笑话，他随时就啪拿刀跳下去死。不要惊慌哦，因为你们买票进来的同时，我们都有帮各位保了公共意外险。如果你在今天看秀途中突然遭遇某人失控拿刀刺死你的话，尤其是这三桌哈，你们超近的，我们今晚超多前期笑话，他随时就啪拿刀跳下去死。就是一个骂病人的秀，贺龙对得起良心吗？当然对得起，因为谢和弦没有发病的时候，也是一个欠骂的王八蛋，真的很可怕。那你排我主持？连上谢和弦，单点喜剧大片独家首映。在哈咪 Video Cat 网红馆。好像就是如果想要一直推行大麻合法化这个议题，好像真的要走到哪一步？你们要锁定哪个选区啊？就中正万华区啊，他们党。哎，不错哦。谢和弦拥抱莉亚，我真的是渣男。离婚后计划参选中正万华议员。地下情了啦，受不了了啦！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进来，打出去。谢和弦跟莉亚11个月婚姻即将居居 ，But 今天 Arco 的演唱会，准前妻兼经纪人依旧有现身。哎，来报一个谢谢指教吧。只愿你挣脱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没有彼此不适合，是我比较喜欢一个人自由。真的要？嗯，是我提的，目前还是有婚姻关系。对，我就发现我真的不适合结婚，我真的是渣男。真的很渣，我要诚实说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那你们想要好好做人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要好好做人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从今以后，我要好好做人。现在是道歉记者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们之前在一起就是一直遇到事情，一直解决事情，都没有真正谈恋爱到。所以我们就算真的要离婚，我们还是很好的工作伙伴，我还是很信任他。对，没有人看到就可以接吻。有点像偷情的感觉。有算，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会一直受到攻击。对，不知道哎。帮我们去解一下。这样不错啊。不会啊，我就去打电动啊。有一点欸，对啊，没必要啊，大家比较想看大家。所以离婚是跟有第三者有关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其实我对自己更了解了。长大又怎么样？长大又怎么样？